Ya.这个盖子拆下来的时候，把这个屏也拆下来。后盖子也要拆掉。这个平线要拔掉啊。就这样拔掉就行。这个平这里拆下面两个螺丝就可以，把它翘一点点，把三个螺丝松掉。这四个十字螺丝松一点点，皮带拿掉。把这四个螺丝松掉。
这里面有个小糖片，千万不要丢掉了。这个丝杆往下扭，下面扭一点点，这下面有个铜片，铜片上面有两个螺丝，要把它松掉。松掉再拿得出来，慢慢的抓住铜片，把这个丝杆扭出来。扭出来以后，你看这里面有好多沙子，最好是拿煤油啊、汽油啊那种洗干净泡，这轴承不要有这些轴里面啊，有好多渣子啊，都要把它清干净。包括里面的，洗干净了以后再装进去，最好是多泡一下的。好，等一下擦。行。这个铜片抹干净了以后，就先这样放进去，把它对准，再把这两个螺丝先放进去，再把它先稍微带紧一点点，带紧不要扭紧，扭死了。这丝杆洗干净了以后，也就是这样扭进去，扭上去。这轴承要慢慢的压进去，一边扭一边压，刚开始跟你说了这个铜片。